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开埠之前，香港交通工具相当有限。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工具亦慢慢从人手操作而演变成以机器操作的集体运输系统。一个城市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首先是城市發展推動了交通工具的進步，然後交通工具的進步令到城市發展有了更加廣闊的空間。香港島的北岸是因為有電車，是可以令到城市的市區範圍是由中環向東西兩邊伸延的。在九龍的發展裏面，我們都看到巴士對這個地方的城市發展帶來很大的貢獻，因此可以在尖沙咀由巴士線咧係連住去發展不同地域的空間，咁可以咁講咧，城市發展同交通工具之間嗰個發展嘅關係咧係密不可分嘅。香港開埠早期，陸上嘅交通工具以木頭車、馬、馬車，甚至乎牛車同獨輪車為主。後來橋傳入香港，并且发展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其实桥都是由中国传入嚟嘅。清朝的钦差大臣咧，祁英咧，就落嚟咧，同啊港督布甸乍咧，就倾呢个鸦片战争嗰个条约嗰个细节嘅。咁当时佢嚟过两次嘅，一上岸都系用桥。咁直至到1855年咧，就有几间呢啲租桥嘅铺头啊，咁就出现咗。香港政府咧亦都買咗兩頂橋，咁啊作為一個代步嘅工具嘅。咁嗰陣時開始咧，橋咧就走入陸上呢個市場啦。由於香港島缺乏平地，早期嘅住宅區同埋馬路都依山而建，於是橋就成為咗上山落山最主要嘅交通工具。後來山頂區保護條例獲得通過，山頂區只准歐洲人居住。住在山顶区的洋人虽然可以乘搭缆车，但是桥依然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很多桥站都设置在中上环、西区和山顶这些地方，而现时山顶缆车总站隔离的山顶餐厅亦都曾经是山顶一个主要的桥站。到了1859年，由于桥越来越多，政府开始对桥制定条例，当中列明相关的收费和桥停放的地方。之后政府对桥作出更多规管，而有些条例到了今日依然适用。1863年的时间，香港政府正式立一条这个交通的条例，就是要这个桥去攞牌的，又要立一條法規定路上的交通要靠左駛。另外還有一大扎的法例，例如不要坐霸王車，不要叫高過應有的收費，現在都是引用緊。自從橋引入了香港之後，香港的總督都以橋代步，但是到了第15任港督梅含禮理身那天，梅含禮和夫人在卜公碼頭底岸分別走入兩頂橋，准备进入大会堂进行理身仪式。就在这一小段的路程当中，突然有个刺客走到梅含禮面前开枪，子弹在梅含禮身边掠过，误中梅含禮夫人坐的轿。虽然总督和夫人都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而受伤，但是港督的座驾从此亦被其他的交通工具所代替。到了19世紀70年代，人力车从日本引进香港，从此人力车就同桥分庭抗礼，
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轿咧同人力车咧，即系咁表面睇咧，好似系一个即系有竞争嘅对手啊，因为大家都系载人，都系用力。咁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咧香港啲路咧，特别喺半山或者山顶咧，就是、又斜咧又窄嘅。咁人力车咧系落唔到嘅，咁一定系用轿嘅。咁所以咧轿咧佢嗰个即系市场咧同人力车咧系分得好清楚嘅。人力车又叫东洋车或者车仔。由于人力车较轿舒适和快捷，加上操作方便，又有棚顶遮太阳和挡雨，很快人力车就抢走了不少轿的市场。人力车在市面就多了，政府就发觉交通是相当挤塞，结果就开始就管制这个人力车。他首先就是出牌，要拿人力车牌，亦都要拿个车夫牌，咁咧你先可以喺路面嗰度運作嘅。喺1887年嗰時咧，規範咗咧呢個人力車嘅大細，咁就碌同碌中間咧就係三尺，咁啊碌咧就係三尺半，咁啊高度咧係唔超過41寸嘅。佢亦都咧係要規範咧，就係要喺日落同埋日出之前咧，你規定要掛燈。咁所以咧，佢嗰個法例其實好多咧，就係都而家都係用緊嘅。后来除了公车之外，政府亦发出了长班车牌，亦即是私家车牌，给商行和富户私人拥有。另外亦有发记载牌给当时的妓院接载他们的客人。到了20世纪初，由于收费混乱，政府曾经想规管人力车的收费，因而触发起人力车大罢工。而当各种机动交通工具流行之后，人力车的风光亦慢慢减退。最后在1968年，政府亦停止了发牌给人力车。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力车亦慢慢在香港消失。随着科技的进步，政府呢亦都看到是可以引入电车这种服务的。于是呢在1883年咧，佢哋通過咗一個道路建築條例咧，就計劃引入6條路線嘅電車，去接駁香港唔同嘅地方嘅。由人力發展到機器，山頂纜車就係香港第一種以機器運作嘅公共交通工具。喺揾財團去投資嘅時候咧，就出咗啲問題。投資者認為咧，喺香港島北岸東西走向嘅電車咧，其實係揾唔到錢嘅，淨係睇中咗一條咧，係由中環咧係駁到上山頂嘅纜車。咁呢一條路線咧，就變成咗後來喺1888年咧係啟用嘅山頂纜車。山頂纜車早期叫登山火車或者登山電車，係亞洲第一條纜索鐵路。第一代的纜车，车厢以木材制造，并分为三等。车厢的头排两个座位是留给香港总督和夫人专用。早期以蒸汽锅炉推动，后来再改为电力系统。由于1904年的山丘地带居住限制条例，太平山顶只容许外国人居住。因此山顶就成为了外国人的高尚住宅区，而早期的纜车亦以服务山顶区的外国人为主。虽然在20世纪曾经多次有人提出修建第二条登山纜车，但是最后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未能实现。后来纜车除了作为市民的交通工具之外，乘搭纜车更加成为了访港旅客的重要行程。纜车每日除了接载众多游客上落山顶之外，纜车本身亦都成为了香港的标记，太平山上不可或缺的代表。山顶纜车是香港第一代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它由开始那天是服务香港到今天的。除了日治时期短暂它停止服务之外，山顶纜车可以说是一直见证着香港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活的文物来的。
经过百多年的变迁，随着香港的急速发展，缆车沿途的景物已经截然不同。但是到了今日，山顶缆车的车道仍然牢牢地倚靠着太平山，继续见证着香港未来的发展。当缆车服务紧山顶高尚住宅居民的时候，山下面的平民百姓依然倚靠紧利用人力的交通工具。直至平路电车的出现，香港公共交通运输至出现重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期，香港在交通工具的发展方面有一个几大的转变的，咁就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咧。一度曾經想引入嘅電車，結果喺二十世紀初期係實現咗嘅。原因就係喺嗰個時候咧，香港島嘅北岸咧，東西兩邊嘅人口係增加得相當緊要嘅。咁要將呢兩邊嘅人口咧係連接起嚟咧，唯一嘅方法就係集體運輸工具。咁到咗嗰個時候咧，好多嘅財團都認為咧，電車係有利可圖嘅，係值得投資。於是咧喺1904年咧就推出電車服務。令到香港島北岸整個面貌都改變了。1902年，香港電車電力有限公司在英國倫敦成立，之後公司被香港電力牽引有限公司接管，並在1903年開始鋪設路軌和安裝電纜，最後來往堅尼地城至筲箕灣的平路電車在1904年正式通車。1904年行咗通車嗰陣時咧，有總共有26部電車嘅，10部咧就係叫做西人車，嗰啲所謂頭等嘅，就俾嗰啲外籍人士搭嘅。咁另外咧就有16部咧，就前邊3行係頭等，後邊6行咧就係2等，後來改咗叫做3等啦。咁咧當時頭等咧就係收1毫子，2等咧就收5仙嘅。去到1912年咧，喺個車頂嗰度咧擺啲座位喺度，好天曬就落雨揼嘅。咁後來咧有啲帆布篷就遮住啦，整整下咧就有啲木篷啦。咁而家我哋見到而家呢類咁嘅密封電車咧，之後至開始有嘅。由于香港的地形是多山小平地，早期的电车路轨亦都是沿着海边去铺设，而在兴建期间更要将一些建筑物搬走，而随后发展双线路轨亦要进行移山填海的工程。以前呢这条庄士敦道就是叫做海旁东，海旁东呢亦都是以前一条很窄的沿海马路来的。去到1921年開始填海，填到出去告士打道咧，海旁咧就變咗唔係海旁啦。咁咧條英皇道咧就喺北角嗰度，都係而家話去到近麗池嗰度咧，都係海邊馬路嚟嘅，充滿啲游泳棚嘅。咁而家就變咗條好闊嘅英皇道啦。北角電器道嗰度咧就完全一條咧就係。充滿泳灘的七姊妹的泳灘海邊沙灘路嚟嘅，咁去到咧太古嗰度咧係一條山路嚟嘅，有一部分咧就要開山劈石嚟開嘅嗰度。去到筲箕灣嗰度啦，就早期咧都係屬於海邊馬路嚟嘅，咁以前嗰度咧就可以話咧就係同中環咧就相隔條條萬里嘅。最早的電車廠咧，就係喺而家銅鑼灣羅素街嗰度嘅嚇。咁咧就由1904年咧，大概去到1980年代尾咧，都喺嗰度嘅。我直情企喺呢度影嘅，我自己影嘅呢個。咁呢個位咧就係電車廠，佢當時開啲車出嗰陣時咧，我就影咗嘅。當時時咧，啲排檔啊，喺曬。
呢度嘅。我而家企呢個位咧就係海嚟嘅，以前。好啦，呢個位置係咩咧？呢條我哋嗰條叫做鵝頸橋，就呢條實際上唔係條橋啦。而家就係天利斯道成條街嚟嘅。下邊嗰度咧就係一個運河，係堅拿道嗰個英文 canal 嗰度逆過嚟嘅。呢個喺呢個位望向前邊咧，我哋可以見到跑馬地方向。百多年嚟，電車喺港島區川流不息咁運行。经历过罢工、市民罢坐，又遇上过战事，跟住又有其他交通工具嘅竞争。后来甚至有人提议淘汰电车，但系到咗今日，电车依然喺繁忙嘅闹市里面穿梭，更加成为咗香港独有嘅标志。电车公司咧喺1913、1914、1916、1918嗰几年咧。每年都向政府提出，就話要喺九龍行電車嘅，喺尖沙咀一路去到荔枝角，咁然後咧沿條太子道咧就入去九龍城，沿碼頭中道咧就出翻紅磡，喺紅磡咧就一路咧就經過油麻地就去翻尖沙咀嘅。但係其實喺上世紀20年代，巴士嘅設計已經漸趨成熟，而電車亦喺其他城市開始式微。因為九龍嗰個地理環境嘅關係啊，係比較適合咧靈活嘅巴士去接駁唔同嘅地域，所以喺1909年咧，當政府要決定九龍嗰個公共交通嘅經營權俾邊個時候咧，佢選擇咗俾巴士，並且咧係開設咗第一條嘅巴士路線，由尖沙咀接駁到紅磡。而巴士嘅發展，正正就反映咗香港當時喺地區同埋人口發展嘅概況。要有巴士服務咧，第一個條件咧一定要有可以俾巴士行嘅道路。第二個條件咧就係有呢個需求，有呢個人口。咁啊，九龍早期咧，其實最大嗰個發展嗰個機會咧，就係嚟自有商人咧就睇中咗尖沙咀。就投資我嚟做貨倉，咁啊需要有啲工人喺度，咁啊所以慢慢咧廣東道附近一帶咧就開始做一啲即係勞工階層嘅住宅區啊。另外早期一個重要嘅發展區咧，其實就係紅磡啊，因為紅磡咧好早咧已經有商人咧叫我嚟做船屋，到19世紀後期咧亦都有英泥廠啊、發電廠啊咁樣樣啦。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段咧，其實嗰個紅磡個人口咧係好高噶。係佔九龍半島近一半人口都係住喺紅磡附近噶。咁啊，另外一個中心點咧就係油麻地，但係油麻地嘅作用咧主要咧就係做市集嘅。所以比較早期嘅道路嘅開發咧，其實就係連接尖沙咀去到紅磡，同埋尖沙咀去到油麻地嘅。除此之外，政府亦致力發展深水埗，成為勞動階層嘅住宅區。为了配合劳动阶层出外工作的需求，政府发展了不同的道路，和当时的罗便臣道，即是现在的弥敦道连接。而在九龙东方面，为了要配合由华人主导的大型地产项目启德滨计划，政府亦开辟了太子道和窝打老道两条主要的干线。所以在20世紀初，其实香港已经发展出一套具初型的道路网络，而这个道路网络亦提供了条件给巴士服务去发展。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之下，于是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巴士公司，提供了不同的巴士路线为香港市民服务。但是到了1932年，由于政府不满意当时巴士业整体营运欠缺规划，于是就刊宪招标，邀请承办商竞投巴士专营权。最后在1933年，港岛区的专营权由中华汽车公司投得，
而九龙区和新界区的专营权则由九龙汽车1933有限公司夺得。其实去到20世纪30年代，香港的交通发展非常之蓬勃和成熟的。作为一个转口港，香港在港内的交通陆上方面有缆车、电车和巴士，还有在尖沙咀接驳到深圳的火车。海上交通方面，港九两岸有渡轮的来往。但是到了日治时期，香港各种交通工具和网络受到彻底破坏。战后随着香港工商业急速发展，交通工具不断改进，交通网络亦越趋完善，香港亦渐渐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